酒吧是一个品酒休闲的地方。北京市朝阳区的色酒吧有相当好的视野位置，居高临下可以尽览北京的夜景。酒吧内紫色的窗帘又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。色酒吧晚上8点才开始营业，地方虽然不大，但有温馨的环境。老板为每一种调酒起了创意的命名，特基拉日出是特基拉酒加上橙汁和石榴糖浆，味道香甜但有后劲。紫色魅惑是朗姆酒和紫罗兰及柠檬汁的结合，口味比较浓烈。来到色酒吧，感受自在微醺的夜晚，体验北京夜生活的好选择。